真的很不简单。当事人黄先生在今天也现身说法了，他说其实这过程当中还蛮难受的，沿途也遇到了落石，也得要忍受高山西部的空气，甚至一度还想要放弃，不过最后当然就是靠着一份爱让他支撑下去。老婆情人节快乐。老公情人节快乐。黄先生怀里抱的美娇娘真的得来不易，精心策划的求婚 MV 让他花了8天时间闯越中央山脉，刚好遇上台风季节，途中不断遇到危险。接近塔塔家的时候遇到豪雨，那豪雨之后我有看到一颗比西瓜还大的落石在我前方100公尺处掉下来。对，那这段旅程让我觉得很惊险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当时黄先生每天打电话向女友报平安，8天下来危险的山路却让他内心很煎熬。过程中有曾经想要放弃，每天都有想要放弃过。这段旅程最难坚的是我不能跟他讲我这段旅程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。但是因为我每天都给他回报平安嘛，那其实能听见他的声音当然是也是对我的一个鼓舞。黄先生咬牙撑过爱的旅程，花了2个月的时间亲手制作求婚 MV， 一播出黄先生下跪求婚立刻成功，交往2年的女友变老婆，眼泪一直掉。然后尤其是因为搭配着音乐嘛，那个音乐的歌词，然后会觉得真的很难忘，就热泪盈眶。黄先生爱的毅力赢得看秋心，他不忘本，还要感谢求婚 MV 中沿路帮他曾经加油打气的求婚大队。有一天我会把这段影片带我老婆亲自去找你们，那谢谢你们。中天新闻张朝成、任以邦台北报道。